民进党在台北市长初选，民进党的立委姚文智要跟台大医师柯文哲进行在野整合。那么今天晚间就要举行电话民调，姚文智跟柯文哲都把握时间赶快拉票。柯文哲一个上午连跑了两个市场向选民卖票，而立委姚文智则是横跨了领域找来各界体育人士站台，两个人都使出浑身解数，最后民调结果会在13号揭晓。